大家好，我是小斗。今天我们到海边过来捡一些贝壳。在海边捡到的这些贝壳，它没有景区里卖的那么漂亮。我们过去看一下吧，走。海里的贝壳还是比较多的，虽然说它不是很漂亮，但是这可是纯天然的。走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这边有一个，看这一个。大毛梗壳，好大呀！这一个毛梗，可惜是个壳。哎，看，哎，这边是一个生蚝壳，过来看一下。看，这是一个大生蚝壳。哎，下面这是什么？石头吗？洗一下看看。哎。还挺漂亮，看，就是这个壳不太漂亮，碎了。下面这个石头还挺好看的。哎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看，看这个东西，跟珊瑚似的。一捏就碎了，跟个蜜蜂窝似的。哎，这边有一个竹节蛏的壳，看，这是一个竹节蛏的壳，这可是，我去，这可是个蛏王啊，好大呀！看，跟手那么大似的，标准的蛏王。这边还有一个扇贝壳，哎，这个扇贝壳挺漂亮的。这边有一只眼在看我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是一个猫眼螺的壳，是一个壳啊。哎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哦，快过来看一下，看一下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应该是一个鱼头，看，这地方是它的牙齿。这是个鱼头，应该。哎，好可怕！看我们这小户捡的，有海螺壳，有香螺壳，有花甲壳，有毛梗壳，还有生蚝壳，还有一个鱼头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可以关注我，以后给大家分享更多原生态的海滨视频。我是小斗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